来入围甚开心，看到大哥甲四两个人感情这么好，而且阮阿嫂度中又够怀疑，为了追求时机，会当方便给阮阿嫂生下一个查甫囡仔，陪伴阮李家的壮志。到时阵，阮大哥都无后顾之忧，那哪呢？我着赶紧回房内。这是我应该做的代志，而且遐宾客嘛已经拢倒转去啊，所以就是倒转去啊，才会为劳你辛苦了。对啦，啊，若是无什么代志，我要先回房内。嘿，等一下啦。哎，大小姐啊，啊，你是安怎，不时若看到我，啊，就拢挑伊个伫咧相骗我嘞？我哪有伫咧相骗你？你想伤多啊？真是我想伤多啊。是啊，啊，所以来到这是有什么代志啊？规日讲坦白的，啊，今仔日就是真忝的所在，看大家拢伫咧无闲，啊，后尾阮即马大家人拢走啊，剩你甲我尔。方才我伫咧你背后，聊听到你的心内话，聊着我的心内话，我哪有什么心内话通互你听？当然有啊，哪个少女不怀春的？你伫咧阴间，你阿嫂，你甲你的兄哥夫妻双人无穷无尽。上幸福美满的日子，你看了真轻松，是不是？只要是查某囡仔，都嘛欣羡迄种幸福的生活。要我安尼思考，有啥物唔对吗？无唔对，无唔对。是言主持，你身躯边就是兼一个人来陪伴你，不如安尼生啦。我跟随点在哦，你在你身躯边这尼啊久啊，其实我看你做啥有介意啊？不如嘞，我面头前用阿你来人引导。你就改嫁给我，笑！本来苏雅，你今仔日来到花园，动我的气咯，就是要跟我讲，你嫁伊我，背娶我，替我。虽然讲你伫阮大哥的身躯边，做苏雅这么多年，对你的印象确实是袂歹，要不过绝对不是迄种的感觉。不是迄种的感觉，是啊，啊，你是啥物感觉啊？迄种人啊，哈！而且我要嫁红婿，嘛不是你，不是我，奇怪啊呢！你来日学了我学到安尼生啊，啊你竟然一点仔都无欣赏我过三了，你的眼光是直接关到倒位去啊，是不是啊？我哪有眼光悬？只是讲哦，每一个人欣赏的角度无同款，你就是我看佮的迄种查甫啦。真是无佮意王。是啊。真正要安尼先讲，我两天莫再讲啊，我无可能答应你。想袂到平常时啊，看你这了温顺，伊伊来得挂起，六句就插着我过三娘的心肝，伤形的一种话。规日全讲出来，你敢知我心肝偌疼？我咧当面自说哩，对你来讲，嘛不是伤害啊，不是伤害，是啊，已经伤害着我幼小的心灵。苏阳啊，你讲了未免太过严重啊，我对你都无感觉，你慢慢对我付出真情，为什么讲我伤害你啊？真是的，哼，到这来啊，规日就不喊你啦。规日你内面，伫个前厅个所在，大家无半块来敬酒敬到安尼死啊！一时三只久，也无过来来个后院个所在，即马即个所在无半个人。